我们到了。这里的蓝石活性远高于其他地区，能量塔的残骸就在不远处，需要去那里回收残存的异晶。这里能量活动异常，存在未知风险，请尽量小心。体温监控异常，你需要避开岩浆河与喷涌的蒸汽。怪物以附近的蓝石为能量来源，我们得先击败周围的异化生物。生物在与机械守卫争斗，真是有趣的景象。这里的机械守卫将我们识别为敌对势力，看来只能破坏他们了。生命体内部蕴含着巨大能量，千万小心。能量到达峰值，难以对它造成有效伤害。利用机械守卫的能量核心，我们或许能把它炸下来。核心装甲已被破坏，现在正是反击的好机会。
断裂。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击败他。